高宏安表示，他说老实说想走资工是因为很喜欢玩电脑游戏，小学时的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设计一款电脑游戏才慢慢走向这条路。那我不禁就要问，那你玩第一款电脑游戏是什么？轩辕剑一代啊，剑是买中文游戏，然后还有勇者斗恶龙啊，然后还有勇者斗等等，有一些你可能没听过啊，更早的高宏安好像把我当成一个杀猪的，现在在我面前说啊，不好意思，我讲那些游戏呢你可能没有听过。另类角度，犀利对谈，让您新闻能量满载。请听 POP 抢先报。今天的来宾呢，是我们的大数据的专家，是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第三名的立委候选人高宏安。大家好。贵党因为比较柔性，所以到现在没有党纲，然后政策也有点不太确定。我每次都想要问清楚，到底是怎么样。没有啊，我觉得像比如说我其实跟一些科技业或者新创圈的好朋友，最近因为他们都知道我开始投入到就是立委选战，而且会算是有机会进去。会跟他们募款吗？我不会募款啊。那就现场就有一个白痴捐了50,000块，希望就是感谢大大，大家不要重蹈覆辙。我可能昨天吃的便当里面有一块肉是你贡献的啦，对他们其实会担心是未来会不会国会里面连他们能够代表他们去发声的声音都没有，所以他们就会开始跟我讲很多他们其实也有看到一些趋势或什么的。提醒大家1月10号过了10点之后，你不能再拉票、催票。所以我现在那个竞选背心非常的脏，因为都没有洗。所以我现在很期待1月10号10点之后，我可以洗背心。这件也很臭，你要不要闻闻看？还好，还好。哦，刚刚有人刷香香的。你会对自己的立委职务有什么期待吗？那时候就是答应郭董跟柯P，就是说我要来投入，就是做这个不分区立委候选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期待的。在慢慢的了解到现实状况之后，是稍微有一点开始认清事实啦。因为就是其实，在立院国会呢，目前还是属于就是说国民两党还是占大多数，所以其实，在很多的法案上面，确实是你要把一些目前停滞已久的法案踢那个临门一脚进去，光是这个动作，其实某种程度上就需要很多的杠杆。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针对的法案？其实美中贸易战像现在打到现在已经变成完全是科技战。对。那美中贸易战在科技战的角度底下呢，其实台湾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台商都开始面临到一个压力，就是怎么样能够把产线呢从可能比如说从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供应线，你可能就需要回到台湾。现在的契机大概就是这一两年内，其实整个全球的供应链会因为美中贸易战整个重组。对。在重组的状况底下，如果我们没办法像比如说越南墨西哥现在已经是既得利益嘛，那我们台湾到底在这整个情况里面是不是能够也卡到一个位置，其实这一两年很重要。所以我刚刚提到第一个人才，我们怎么样能够培养更多台湾在地的这种科技研发的人才，而且是产业界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解决学用落差是现在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样能够让企业界去提出他们所需要的人才的属性，然后呢可能会更加强到一些技职教育的培训，这很重要。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很多的一些新创研发的环境上面，那你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企业，那可能比如说在 AI 的部分的研发，它可能需要很多的 data， 需要试验的平台，是甚至它需要很多的基础建设，包含说我们在讲的像 5G 的这些研发的环境，或者是它的 data center。 那 data center 又考量到的是像美国白宫他们在去年2月7号的时候，他们所发出来的行政命令，在 AI 上面来讲，它是把基础环境啊，像这些 data center， 它是供应给大型的研发机构去使用，就有点像国家提供 data center 让大家可以共用，而不是每一个人自己都要建一个 data center。 对，就从政府的角度，有一些基础的建设其实是可以帮助产业界很快速的前进，那这是政府该做的事情。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今天有 data 的话，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我们台湾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开始在对 AI 或者是新创研发的团队，他们就会开始有很多的题目可以真正去做，而且这个题目做完之后是对台湾有帮助，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对。那像现在的话，健保的大数据也是
健保大数据包含说，我们今天可能像影像的，就是我们自己去做一些检查，有一些影像的判读，或者是说像一些就是患者用药的一些履历等等。那这所有的事情背后，政府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是去识别化，就是我们不能够让这些 data 的把一些个明显辨识，对，因为过去一直以来开放资料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说民众会担心，或者企业会担心，它的数据会不会被拿去不当的利用？是，所以这件事情变成是政府要去处理，就是开放资料我们能够开放到什么程度，那我们的资料如何去保护大家所有人的隐私，甚至是去识别化这件事情，应该从政府单位去中央去做。那今天就祝这个洪安竞选顺利，谢谢。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跟大家说拜拜喽，拜拜。